身為一個武士，最重要就係揾到佢適合嘅武器。呢本前前後後就係我手中封你嘅劍。我喺你嘅漫畫裏面睇到你嘅內心世界，真係好感動。見你係我忠實 fans， 我原諒你啦。咁啊掂咯，還掂啊！你都係想抄橋啫，趁就手，啃一下。